王冠啊，王冠是燃烧没错啊，入境燃烧1000啊。哦，解说的是很好啦，可是好像冲太快了，有些时候技术太好也是一种缺点。所以同样台词我们要讲第几次了？第三次啊。不是最好洗到魔力龟，是一定要洗到。你看那个威力差太多了，是一定要洗到。好，要怎么算呢？我们直接算这个第二关一回合。好，所以第二关一回合，所以我们在第二关的时候，所以第一关打八回合，打七回合 ，OK。第一关打七回合，最妥的打法，第一关打七回合哦，这样 OK 哦。第一关打七回合啊，那了解哦。哎，对，关卡名称忘记讲是不是？我有没有开始录啊？有录，不录实在是有点不录好死啊。第五关怎么打？看了你就知道怎么打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叫14800的观，是14000位的观众啊，期待一下啊。哦，第一关出到第七回合就可以了，前面都直接碾没关系啊。好，我看，再做三回合，一回合。两回合齁。第一关是这样，你要等我啊，就说不要冲那么快嘛。三回合齁。对不对，刚才等我，你们每次都冲那么快，嘿，终于了齁。终于了齁。我先把LINE关掉了，不然一直弹出来。好，再一会儿，这一会儿可以直接把它弄走，没关系。好，有我，基本上玩这一队哈，基本就是去看我那个之前玩太嚣张那一队就可以了。异曲同工之妙，一个台词讲那么多次，基本上，刚才一开始来的观众应该听腻哦。总算知道剧本了。今天简单，对你开机顺序跟关卡特性跟角色特性你要去了解，好，一样好，再跟各位教学一下，几个他接触不良，这个教学几开哦，好，先转这边，看这接触不良，这三颗哈，再转这三颗，再转这三颗 ，OK 来，再转这三颗，哦，最上面那个不用管哦，然后最后这边做一组光珠哈，最基本的叠珠或者暗珠都可以。光或暗，嘿，靠北，光暗处怎么少啊？先把它消一消好了。怎么光暗处那么少啊？嗯，应该这个量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呢？有没有呢？有没有呢？哎呦喂，错节了嘞！好，记得哦。下面做一组光珠哈，这边做一组光珠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啊，有了啊，有不？哦哦，错节哦，好，这样就有叠珠的效果了啊。再一次啊，哦，当然你要做星珠也是可以的。没晒呢，我来珠子没晒，因为我加的新珠啊，我搁做新珠，靠掉啊，是什么要走啊？小姐，我来光珠，有吧，有吧哈，安尼就晒啊，简单哦，简单吧，用我的方法玩，保证你妥妥过了，好不好？在凑福神是不是，啊，然后这个路西法一定要开哦，魔力龟龟哈，傀儡哈，这只露娜的傀儡哈，
应该是不用用到那个倍率吧。我是觉得这只应该是最后一关开啦，我认为是这样，直接转哦。不行，全民林家的行规。一波就把它带走，你看绝对是一伤啊，有看到？所以你如果没有魔力归一，你就 GG 了啊。因为这关我觉得也不用开到暗狂，直接一组就带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开路西法了，你懂吗？叮！还底下弄搞诶，告捷告个必爆。好，先减伤哈。流星，我认为是这样。但是你要用力捶他哦，不留手。我看影片哦，不留手。我今日威力不够咧。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威力不太够的感觉？宝迪，叮！哦，舍身换日就有三回合了。啊，如果这时候断心，就算你倒霉哦，我都不要倒啊。两回合啊，过来。三回合啊 ，last。哇，这一次我连新珠都不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死，我就要死。第六关哦，消心功底扣起70%，就是像现在的状态有没有？我们是那个喜爱够嘛？那我们就是不消心哦，怎样艺术哦？因为我今带不够心啊。漂亮天降补星哦！留暗珠，留暗珠哦。这战术性留案哦，五颗，一定要这样吗？不行，我觉得太危险了，开这个比较保险。木转星啊，三颗，靠北啊，也没有比较多啊，我算了啊。等一下，他有升华过诶，心转光，暗转心，暗转心，自身左边哦，他都无主席被转上，快嘞！哦，是安尼是这个意思哟，他才讲诶，看诶文字说明真正看拢无。好，先讲话是不是？有，我开了。
哟呼！哎呦，有人说正常是两回合哦，这么准哦。现在有15,300位的观众，这时候百姓要特别讲一件事情，对，什么事？我刚刚不是说要讲，我想说，对，观众量应该差不多了，对，因为这关卡好像有点简单，所以人可能没有那么多。因为今天百姓那个去参加斗争特工的那个时光的 party， 对，然后很荣幸获得了这个最佳导师奖，这个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获胜了。我不负各位的期望，就是有你们，谢谢各位。明天可能我再来做个开箱吧，因为我知道键盘滑鼠吧，其他好像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对，百姓这么多年走过来哈，就是靠你们的，靠你们 carry。对，谢谢你们。为什么这次要留在最后才讲呢？因为如果不留到最后，我可能 GG 这一段就要剪来剪去蛮麻烦，所以留在最后讲，对吧、啊？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得奖那种感觉，对啊，除了国小啊拿了前三名啊，拿了一些对前三名的奖项啊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荣誉状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全勤奖啊，哦国中啊拿了那个、哦、好像只有第四名还好，对，然后大学我记得就是全校第一名，哦以外啦，应该好像很久没有拿奖了。他妈的不要脸！还有什么吗？啊，想到再说好了。啊，对，跑步大队接力这个金牌，大队接力当然不是对大家一起。哎、欸，烧死！有人说烧死，谢谢你们。对，真的就是因为有你们啊，所以百姓才能够那个很顺利的这个哈、啊、拿到了这个最佳导师奖啊。我的感觉是这样啊，减上30%了，对啊，恒之行嘛，应该是不会转到 火吧，火转暗啊 ，OK 啦，所以给他火没关系。刚有人已经提示我了哈，对啊，我要谢谢你们，真的，因为有你们我才有办法得奖啊，没你们真的啊，应该是对啊，讨家伙的代志来。谢谢你们 ，I love you。就让我们看看平百姓是否能够在最后这一波带走呢？哎呦，好恐怖、哦！看到没有？看到那个叠珠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算了，还是直接来好了。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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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， 哦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I love you， 谢谢你们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希望以后你们能够继续支持百姓，对百姓会，对会拍更好的影片，拍更好的实况，更多的老马，吃更多的石头，来回馈各位，好吧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真的很感动啊，对啊，很感动。